者侯晨据屏东报道，屏东垦丁去年的观光人数大减，屏东县政府邀请日韩部落客实地体验屏东之美，全力拓展日韩市场。屏东县政府邀来自日本、韩国的使台湾、台湾日韩、台湾 Travel Lab 部落客来到屏东体验多元文化，感受海湾风情。这次特地安排小琉球的海洋行程，再到充满海鲜的东港以及具丰富生态的林边走访，每个景点快门声不断。屏县府官传处转述，部落客纷纷表示，屏东是购物超所值的旅游天堂，处处可寻美味的料理，抬头一望便是美景环绕，来一次根本体验不够。食台湾以在台湾地料为核心，介绍日本朋友所有台湾的美味料理，台湾日韩主要介绍台湾美食情报以及日常生活风景，也提供观光客前来台湾旅行时的建议。而台湾 Travel Lab 是提供台湾必吃、必玩、必买、必去等各项情报的粉专，各有不同的客群及特色。